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要用 s a s p a d i 马文格教鲁马来教佛曼第十一课。So，它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学的是 Introduction to Set，OK？、Okay? 介绍那个 Set。So，Set 是什么东西呢？Set 是集，集合。OK，Set、okay? 马来文叫 Set，英文也叫 Set。OK，它是集合的集。OK。 就把符合条件的放进这一个框里面，这一个就是集，OK。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 set 呢，它就有一些方法来注明它的 set，so 首先，它的 set 第一个 set 是什么？它是 unit of length。然后我们用 description 来，呃，讲这个 set 的时候呢，它就是 U is the set of unit of length。listing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的 U 呢，它就有那个 mm，然后 cm，然后还有 m 和 km。 这个把它放进这个框里面，然后这一个 set notation 的话呢，就 u 等于 x 点点，然后 x is，OK，x、okay, is unit of length。so 在这边 description 呢，就是呃用文字的方式，这个是用文字。 这一个是你把它写完全部出来，OK，list、okay? 出来，list 完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它就是 u 等于框 x 点点 x，然后文字来解释这样的一种东西。所以我们看旁边的这一个 primary number 的时候，你就讲那个 p is。 The set of primary color. Okay, U P is the set of primary color. Say red, blue, yellow. So in you P x is primary color. Coin of Malaysia，所以在这边呢，它就用 F，OK，F、okay? is 那个的 set of coins of Malaysia，马来西亚的那个钱币。所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钱币有什么呢？它有 five cent，ten cent。Cent, 以前还有 one cent 呢，现在已经没有 one cent 的存在了。然后 twenty cent 还有 fifty cent。以前它还有一块钱的那个金盾了嘞，啊，可是现在没有了。OK，好，接着在这边呢，他要勾给正确的，差或错误的。他说 prime number。 Which are even number，然后这个符号代表的是空集，空集就是讲它里面没有东西的 o k n o set，所以这个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那个 G 里面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二的存在，二是 pi number，指数，然后它同时也是 even number，双数。然后 S Number of curve side in polygon，s o 这个是空集来的，所以 email 它应该是嗯，number of curve side in polygon 是，所以其实它它这一题哦，这一题讲真的它是错误的啦，给我我会觉得是错误的。 OK，因为它 number of curve 呢，它应该是零个 curve。OK，就是讲 polygon 有多少个 curve，polygon 没有 curve。OK，如果他把题目改成 OK，呃，polygon with curve side，这样它就是空集。就是说，它这一个 S，如果他把它改成是呃什么 polygon with curve side。 so polygon，OK，polygon，c、okay, u r v e side，polygon with c u r v e side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多边形，但是它有曲线的话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我们 polygon 呢，它一定是直线，然后它不可以有缺口，OK，然后接着 factor of bar，它不是空集，这个是正确的。 OK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factor of 8的情况之下，它是一二四八。所、so, 以我们的这一课呢，它 set 的这一课呢，它有时候它考的是什么？它考你的 Form a n Chapter Two，你要懂什么是 factor，什么是 multiple，然后什么是 even，然后什么是 odd，然后什么是 prime，这些名称你都要懂。 甚至是你还要懂那个是 v o v e r 还有 consonant。v o v e r 是什么东西呢 v o v e r 就是 a e i o u，a e i o u。然后 consonant 的情况之下，b c d f g h，然后再很多的这一些，除了 a e i o u 之外的都是 consonant。 so 在这边，我们重点要知道这一个，其实这两个符号都代表空集。我自己本身呢，最喜欢的是用这一个，就是放这个框里面不放东西，代表空集。然后可是你看到它有一个零，然后再加多一横，这个也是空集，就代表没有东西是符合条件的。OK，它里面是空了，这个叫做空集。好。 接着呢，在这一边，它要我们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elements。so number of elements 的情况之下，你把它 list 出来了，然后你写它有多少个。so 像这个 h，它 letter in the word term, c e r m a c e r m a t，有几个？六个。所以我的 number of h 是六个。然后我们在这边 e 呢是。 Month start with N January February March ,然后 April ,然后 June May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So the number of E the OK 然后接着彩虹，我不用把它 list 出来了，我知道彩虹它有七个颜色。OK。然后那个骰子里面有什么呢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我的 number of D 是六。刚刚这个彩虹它有什么？呃，red，然后 orange，、啊、然后 yellow。 红橙黄绿，然后 green 啊，啊、呃、蓝 blue，indigo，然后还有 purple，红橙黄绿蓝电子，OK。然后 k 的情况之下，大过负五的负数，减四减三减二减一。 所以我的 number of k 是四。好，我刚才这一面最后一个部分，我没有讨论到，他说这一个符号呢，来，在这边我们有这两个符号，这一个符号是什么符意思呢？这个符号是在里面，然后它多一横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不在里面。OK。 所以它是小过四十的那一个四的倍数，小过四十的，它就四十不在，五十二也不在，八跟十六在。为什么四十不可以呢？因为它要小过四十，四十没有小过四十。OK。然后接着他说单数小过十的单数，七小过十的单数。 然后十三不是小过十十的单数，减六也不是小过十这个的单数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减易它不是单数吗？呃，减易这一个是有争议性的啦。我自己本身，它的双数的那个 definition 是我除二的时候没有余数。 那个就是双数，我除二有余数了就是单数。所以零写是双数，减二也是双数。OK，减二应该也是双数。可是，哦、呃，他这一边他把那一个写成是这个，不是。所以我这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减一，是这个、啊。给我，我会觉得是这个。好。 接着我们看 B 的这一边，他问他是不是一样？So 它的 G 跟 G 一样，U 跟 U 一样，L 跟 L 一样，A 跟 E 一样，所以我的 P 等于 Q，所以他们是属于 equal set，OK？、Okay? 所以它是属于 equal set，OK？、Okay?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 equal set。然后 factor of 十的情况之下，一十、十、二五十，所以一二五十一样，所以我的 x 是等于 y。 所以它也是属于那个 e q u a 所以这一个也是属于 e q u a 好 e q u a 然后接着再来这一边，它的 k 是三的倍数，九、十、二、十、五、十八，然后它没有二十一，它没有等于。 然后它这个它有六哦，然后它有二十一哦，所以我的那个 k 不等于 j，所以它不是 equal 三。OK，然后接着 m number of days in a month in a leap year，leap year 呢是什么呢？leap year 是闰年。 OK，利比亚、阿富汗、罗 a 是闰年。然后闰年的情况之下呢，像我们今年二零二四年闰年，然后它就会有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啊，闰年奥林匹克、奥林匹克都是在闰年发生的，都是在闰年举办的，每四年举办一次。OK，所以它就有二十九天。 三十天，三十一天，然后，呃，n 是二百三十三亿，所以我的 n 不等于 n，所以它不是 equal set，OK，、okay? 啊 not equal set。好，好，接着在这一边，他问这一些是不是 universal set of 五0实数？ So u n i v e r s a l set set 什么 set 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是宇宙来的 u n i v e r s a l 是宇宙来的。就是说我在这边，它的 u n i v e r s a l set 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它里面呢就会有的东西呢都是在它里面的，就好像它的这个五、十、十五都在它里面。所以我的那个 u n i v e r s a l set 呢里面一定要有五，一定要有十，一定要有十五。 所以它有五，然后它没有十，它没有十五，所以这个不是，OK。所以它这个不是 Not Universal Set，OK，Not、okay? a Universal Set，不是 Universal Set，OK、okay?。然后接着，它是能够被五整除的，能够被五整除的情况之下呢？ 能够被五整除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二、五、三十，还有很多。所以这一个是它的 universal set，OK。Okay? 然后 factor of 三十，一三十、三十二十五、三十，三乘十三十，然后还有五六三十，然后五十、十五都有。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它的 universal set，OK，、okay? 这一个是它的那个大个的这一个 universal set 是大个的这一个，然后它里面有这个五十十五，然后接着五的倍数，然后小过十，五的倍数小过十五倍了咯，所以它不是 universal set。 Universal set 是整个大个的，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。好，在这边，他让我们找它的 complement。So complement 的情况之下是之外的，所以它 B，它是 universal set 全部是月份的名称，然后它有三十一天呢，一月有三十一天。 二月没有，so complement 呢？然后 belong a p 呢？它的意思呢是代表那个之外的，所以 B 之外的二月、四月，然后 June，然后六月、八月大，九月小，十月大，十,月大十一月小。 所以它是有五个月，就 February、April、June，然后 September 跟 November，对。嗯、就是说，他说 B 是有三十一天的，像 B 之外的，就是没有三十一天之外的，就是之外的啦。看、嗯、看、啊，好，第二题。 它的所有是少过二十的 prime number，少过二十的 prime number 有什么？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七、十九。好，所以 p 之外的，它的 p 是什么呢？小过十的这样的 prime number，这样它 p 之外就十一、十三、十七、十九。 然后这个是二、三、四到十四，然后 G 是双数，所以 G 之外呢就有就单数了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一、十三，这样。好，好，在这边他要我们画 Venn diagram。 v e n diagram 呢？我们先画一个大框，里面画一个圆圈。这一个符号我们写成一就可以了。这个符号我们不用这样写，我们写成这样的“一”就可以了。然后它 K 里面有四、七、八，然后它还有五六。记得我们的那个 elements 的旁边要放点。 OK，so、okay, 我们 elements 的旁边要放点，elements 的前面要放黑点，然后没有没有黑点，OK，没有黑点的数字代表。 数量，OK，没有黑点的数字代表数量。好，讲讲呢，就是说在这边的情况之下，OK，我们刚刚这一个 elements 的前面要放黑点，没有黑点的代表是数量。没有心里想，我刚刚的这一个东西。 然后里面画一个圆圈，然后我就可以写 universal set K，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二，这样代表 K 里面有三个，然后 K 之外有两个，它没有放点的情况之下，代表的是数量。OK，有放点的话呢，它代表的是四五六七八这个号码。 然后，当它没有放点的时候，代表它里面有三个，里面有两个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。这一个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来的。好，在这边它的全部是哈拉半，H 是 PN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一样了。我们把它这一个画一个长方形，里面放一个圆圈。 然后我这一个 universal set 里面呢，OK，它是哈拉班嘛？哈拉班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其实是有 H、A、R，还有 P 跟 N，它总共有五个罢了。然后我的 A 重复不懂多少次都好，我们放一次就可以了。OK，重复的写一次就可以了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的 H 里面有 P 和 N。 然后它这一个是 H A R，然后接着这一个同样的画一个长方形，然后它这一边就有减一、一、二、三、零，好。 接着在这一边，他要我们 represent the complement using o n e diagram，然后再涂黑。所以在这边，它的 universal set 是什么浪了？C E M R L A N G。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它的这一个 T。 Universal set，所以它这个是 G E L A R C 它没有，E 有，M 它没有，R 它有，L 它有，A 它有，然后还有 N 和 G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涂黑这边。你涂黑，你不用这样跟它整个踩完了，你画横线就可以了。 OK，等一下我这边我做错了，它的那个 G，G，它这边它已经有 G 了，所以它外面这边就没有 G。好，好，接着第二题这一边，它的 universal set 是二的倍数。 收、so, 二的倍数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有四、六、八、十，没有十二。所以我们这边要把这个画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 G，这边是 Universal Set，四、八、十，还有六没有 A。然后它的外面。 它的外面是这个，外面是这个，OK，外面是这个。然后小过八的 positive integer，所以它 universal set 呢是小过八的 positive integer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小过八嘛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就画一个大框。 然后里面画一个圆形，然后这一个是 P，然后我都有三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嗯对，然后涂黑。 我们接着呢，就有些 subset。subset 这个东西呢，它叫做子集、孩子。OK，subset、okay? 呢，它叫做子集。subset，subset sub 代表的是子集，然后它是孩子。OK，嗯。 自己是自己的孩子，是其中一个，所以二五的孩子有谁空了？就是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可以是二是他孩子，五是他孩子，他自己是自己的孩子，这、yeah, 样 OK？空即是他孩子，P 而已是他孩子，Q 而已是他孩子，R 而已是他孩子，PQ 是他的孩子。 然后 P R 是他的孩子，Q R 也是他孩子，然后我们还有 P Q R 整个自己是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假设这个叫做 A，我的 number of A 是两个，这个是 B，我的 number of B 是三个，然后我们的 number of subset 呢，它是二 power n。所以我在这边我的。 二 power 二是四，这个二 power 三是八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它有四个孩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它有八个孩子。OK，假设我在这一边，OK，假设我在这一边，我有一个 C，它里面有 A B C D。 然后我要找他的所有的孩子的时候，我有空集 A 而已，B 而已，C 而已，然后 D 而已，然后 AB，AC，然后还有 AD，然后再来 BC，然后 BD，CD。 然后还有 A B C，然后还有 A B D，然后还有 A C D，然后还有那个 B C D，然后还有它自己 A B C D。好，在这边你看啊，我的 number of C 是四个。 所以二 power 二四是十六，我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个，所以我们要记得 number of subsets 是二 power n。OK，所、so、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二 power 二四个 subset，三个东西二 power 三八个 subset。 然后你要记得，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要写出来。然后 P Q 跟 Q P 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写一次而已，写 P Q，我们不写 Q P。好，接着我们在这边，我们要画他们的这一个 Venn Diagram。然后我们这一边呢，它有三五三五六七全部，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 M 全部的都在 L 里面。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啊，它有这个 M 的存在，它是三五六七 L 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是 Universal Set。我说 M 是 subset of L。这个 subset 的符号呢，子集呢？ 它是它的符号是这样的 u 这样的符号的跟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符号，这一个是在里面，然后这一个是子集，然后我们的那个 elements，然后在 set 里面，然后 set。 是孩子 of set 这样的东西，所以这两个符号你要分得清楚。中间有一横的，是 elements of 元素，在里面，前面的东西是 element，后面的是 set。然后现在这个中间没有一横的，倒下来的 U 呢，它是 subset 子集，集是另一个集的孩子，子集。好，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。 Vowel 跟 Consonant，Vowel 是什么？Vowel 是 A E I O U，所以 A E I,、T、K, A I。然后 Consonant 是 M T K A I O U 之外的，所以它们有重叠吗？它们没有重叠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不是 Vowel 就是 Consonant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 P 呢是 A E I。 然后 Q 的话是 M T K。Factor of 十八一十八十八二九十八三六十八。Factor of 九 e 九九三三九。六的倍数一六六六二十二六三十八。十二不可以，因为十二不在那个那个 Universal set 里面。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它这个六和十八没有重叠，所以他们是属于没有重叠的。所以它在这边它没有重叠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是 F 里面有一三九，我的 G 有六十八，一二三六九十八，一二三六。 九十八，98, 嗯，好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看他的那个总复习题，然后他说哪里一个有九？九有在 pi number 里面吗？九不在 r 里面，它不是 pi number。九不是双数，然后九是 factor of 十八，所以它是 t。然后九不是这个啥？ 是啊，十四的倍数，这一个是十四二八，然后四二继续，然后这个 T 呢，它是一十八十八二九十八三六十八，所以九在它里面。好，接着在这一边，还要我们写出 A 之外的，所以这个 A 之外的是 D 跟 P，A 之外的。 a 之外的就是 d 跟 p 这一个，这一个的 a 之外是十一，a 之外的十一，然后接着在这一边，它的这一个 mathematic，所以它的那个值呢是 m a t e。 m 重复，a 重复，t 重复，i，k，所以它里面有六个。然后接着，word in mata，m a t，三个。然后 j 的是 a m，所以 j 有两个。你看它 a m a m 都在它里面，所以它是它的孩子子集。自己 OK，所以，我们这一个东西，如果我们要把它画出来的情况之下，画 Venn diagram 的话呢，我们就有这一个东西，啊，它这一个 J 里面是 A M，H 里面有 M A T，然后它的这一个 Universal set 里面它还有 M A T，然后 E、IK、I K I。 K，、okay, yeah. 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四题，他要我们画 Venn diagram。So，在画 Venn diagram 之前呢，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的这个东西 list 出来先。So，首先我们的这个是小过十的 positive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p i number。 好，所以 prime number 是只能够被一跟自己整除的，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十一不在 u n i v e r s a l set 里面，它已经超过你的 u n i v e r s a l set 了。然后 l 呢是四的倍数，一、四、四、四、二、八、四、三、十二、十二也不可以写进去里面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是没有重叠的。OK，我有 k 跟 l，他们两个是没有重叠的。 所以、so, 这个是 K，K 里面有二、三、五、七，然后我的 L 呢是四和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样 OK。好，接着在这边，它第五题，d 是 factor of 九。 所以我们的九是一九九三三九，所以 D 是一三九。然后他要我们把所有的 subset of D 写出来，所以空了，一而已，三而已，然后九而已，然后过后它还有一三，一九，然后三九，还有一三九。 so 我们知道 number of D 是三，所以它的 number of subset 会是等于二的三次方八。s 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。好，这边我就把 s 萨斯巴蒂的马兰格尼的 Form One Chapter 十一讨论完了。